菲律宾咧，因为都仲有两分钟，我要有个 debriefing 啦，咁所以咧，仲有三班嘅原本，咁啊，唔紧要，我哋将来再有机会玩下。我 hold 住 account 俾你哋睇下我哋呢度发生咩事啦，我哋会诶派礼物俾你哋啦，好多谢你哋嘅奉献啦，同埋你哋嘅支持参与。咁咧，可能 Steven 咧仲有啲嘢要播嘅，咁诶，我交个时间俾你啊 ，Steven， 同埋唔该晒你帮我做个 round up 啦，我哋暂时佢哋诶要完啦，唔好意思，系啦。時間過得真係快，好啊！不如你哋，我哋一齊講拜拜啊，好唔好啊？好啊，我哋一齊講拜拜。可以同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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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好啦，头先听见阿 Curry 讲咧，我哋呢边咧顺利咁样完成，我哋先俾啲掌声自己啊，俾啲掌声自己啦，好嘢！跟住俾啲掌声阿 Curry 啦，支持下佢啦，好嘢！佢好辛苦噶，佢今日要搞呢次嘢咧，都要联络好多嘢。系啊，你知唔知当地最麻烦系咩？最担心系咩啊？就係、是、個網絡問題，個網絡唔能夠同步咧，我哋其實做咗好多唔同嘅嘢，都未必做到出嚟嘅喎。好感謝啲，俾我哋第一次咧可以咁樣做法咁樣喎。好，不如請阿Sally、阿 Pastor Sally 喺咪度啊？你阿 Sally 唔喺度，不如請阿 Sally。我仲一陣啫，一陣間翻嚟。瞓啦，好係啊，我哋今日天都有為依個聚會祈禱啊！Oh,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咁即係主令到佢可以順利啦，我哋都有為佢。係，趁住而家仲有我一兩分鐘時間啦，不如我哋請三個講少少分享下頭先你哋啲感受啊，可唔可以啊？不如我請阿 Grace Chan 啦，有冇你頭先有裝到啊？不如你講。好。Hello， 係。參與當中啦，非洲佢哋嘅人嘅敬拜咧，通常都好有生氣，好有活力嘅。佢哋今日正正係我哋慶祝復活節，耶穌基督復活，咁佢哋咧唱歌跳舞好 joyful， 咁就正正係可以表達到一個好開心嘅日子，所以我好開心可以參與當中，同佢哋一齊敬拜。佢講得好好喎，佢哋好正喎，佢哋嘅敬拜好有活力啊！我哋都好大嘅學習嚟。Thank you Grace， 我多揾多講下先，不如我啦，子謙子信咧，我見你晚上好投入啊，你哋不如講幾句啊？係咪隔離嗰個媽咪嚟嘅？定家姐嚟嘅？定媽咪，媽咪 OK， 媽咪，媽咪同兩個仔仔，不如你講幾句啊？我見你好投入啊！阿媽講啊！阿媽講係，阿媽講完到仔仔講。我首先好開心啊！你問我係咪家姐啊？台詞嚟㗎，我講緊台詞嚟其實。係好開心可以今日 join 到啦。雖然初唔係好明白小朋友佢哋即係非洲嗰邊講啲咩嘅，同埋好多謝你哋教我哋一啲非洲多歌嘅話，我哋叫傻啤多。Yes，傻啤多係喎。我哋好開心可以喺復活節一齊敬拜。係。哇，好開心！我見你哋一家好投入啊！我希望啊，唔係今次一次過，我哋唔係放煙花，我哋後面長期可以咧結連香港同埋亞洲同埋非洲弟兄姊妹咧，我哋一齊喺線上裏邊咧，疫後新常態啊嘛！我哋都希望可以咧一啲新嘅跨文化體驗俾到大家。咁啊，再次希望期待你哋咧多啲嚟參與我哋呢件事啊！另外，仲有家庭，我真係好想去，真係想訪問你哋，因為佢頭先敬拜太投入啦，就係恩福元朗堂嘅 Vanney 同 Janelle 係咪啊？正咧，同埋爸爸啊，只哥哥啊，嗰個係，哎啦，哥哥，係爺爺啊，大家好，爺爺嫲嫲 ，Bonjour，Bonjour，Bonjour， 大家好啊，係啊，我先呢陣好投入，我見你哋頭好正喎，你講幾句啊？係啊，我哋係咪有大開心笑口啊？耶！好啦，介绍下 Renee 先 ，Renee 就系我个女嚟嘅。咁你系叫咩名啊 ？Janelle 啊 ，Janelle 咧就系阿 Renee 个同学仔嚟嘅，都系一齐嚟敬拜嘅我哋。哦，系啊，好好啊，同埋咧见到咧，当地嘅人咧，佢哋就系同圣经讲嘅一样，佢话咧，
真正拜父的人呢是用呢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原来我们发觉呢敬拜呢是不需要有很好的音响设备的，只是呢有很开心和很投入的心呢就可以一起去敬拜，真的很开心。耶耶耶好犀利嘅嘢，好啦，最後一個機會啊，最後一個名額啊，即係喂，我唔講唔得，我今真係唔講，今晚瞓唔到，要啲你分享嘅嗱，俾機會你，俾邊個想講嘅？有冇人想講嘅 ？Maggie， 哇，我見你嘅眼神已經出賣咗你，係咪想分享幾句係咪啊？你好誒，係聽誒今日聽到佢哋敬拜係好開心啊，即係誒。总之那个喜乐是很正的，是不是？跟着 thank you 啊 Steven 你去 prepare 这个，即是帮手去，我不想说什么，多谢了。好、oh, 我們多謝多謝天父，是啊，其實先開宗明義講同大家講，其實今天發生什麼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的，不過如果你有心，你覺得今天壓都挺正的，個感覺挺好的，或者你有些以後有些什麼意見的話，你可以 join 進來我們的 group， 我們一起可以共建一些東西，我們希望可以一起做多一些東西，無論是剛才說跟非洲小朋友敬拜，不是單單我們將我們的愛傳遞給他們，其實是他們都將他們那份的熱情對信仰那份的單神咧都传授紧俾我哋，都传递翻俾我哋。而且我哋更加明白一样嘢咧，虽然话哇，即系世界停顿咗，原来藉住网络世界里边咧，耶稣基督嘅爱都可以传递开去。而且我哋系一家人，系结连咗喺度，结连咗喺度。我哋希望大家啊，如果你话诶好多啲网络问题窒下窒下，或者讲嘅嘢唔知讲咩咧，其实唔知讲乜系正常嘅。所以点解我哋寻晚漏嘢咧？叫阿 Kirby 錄低短音咧，就教下你哋嗰啲鹹淡嘅法文。其實佢都講得唔係好準確，但係咧最少有份咧親情喺度，有份親情喺度，佢都好 care 緊大家每一個感受。喺就緊就嚟結束嗰時候，不如我哋一齊咧就為到 Kirby 同埋當地嘅小朋友祈禱好嘛？我哋最後一個祈禱結束好嘛？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爸爸，我哋感謝你，我哋多謝你。今日係你耶和華你所命定嘅日子，因為今日我哋作出一個新嘅嘗試，喺日光之下冇新事。感謝主，因為你讓到我哋咧一班弟兄姊妹藉住網絡媒體咧，我哋結連埋喺埋一齊。縱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甩漏，但多謝你，因為我哋感受到非洲多哥呢二百幾個弟兄姊妹，呢幾個二百幾個嘅小朋友咧有生命嘅氣息。感謝你，因為你就係嗰位賜生命嘅主。你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就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因为你看着你所做的都是美好的。 Amen， 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你看我们是美好，我们藉着今天复活节，我们结连两地，求主让我们不是放烟花式的一个自嗨自擂的一个聚会，让我们更加知道每个世界角落未认识你的人，未认识你的群体，都需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将福音传递开去。主啊，你若愿意的话，让我们继续这个 Light Up 多哥这个项目，这个 project， 这个事工，这个慈善机构，这样这么美好好得无比的东西，可以藉着这个福音载体我们传开去，让更多人听见你美善，听见你的福音。求主你亲自安慰，亲自保守。你都知道 Kirby 由今朝寻日前日都做了不断不同的事的时候，可能睡觉不足够，有很多不同的担心。你主啊，求你加能赐力给你的侍女，让他都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他更加明白在他侍奉的当中里面都能够体验到上帝基督耶稣基督你的爱。祝福他，祝福他女女，祝福他在香港的 Tavi 他的先生，让他们都能够继续为主作工，奔跑不放弃。孩子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祈求，阿们。Thank you。剛才我們做漏了一件事，啊 Kirby 留下了叫我們拍張大合照，不過我們忘記了，不要緊，現在可以的話呢，大家開一開樣子，又可以拍下張照片，又可以。Terry, if you don't mind, please open your camera and we can take a shot together. Terry, are you here? Terry 就是他先生了，因為這樣。好，那我來了，我現在就準備拍大合照了。那你喜歡給一些心心去，是啦，給一些心心 Kirby， 看到他開心死他了，真的。好，準備了，我數三聲了，一、二、三。OK, one more please, thank you. One, two, three. Thank you, 多謝你們啊，多謝你們啊。
咁啊，我哋其實係冇搞手嘅，我哋一齊共建啲嘢。Next time 你話喂，我好想一齊再做啲嘢嘅話，你可以聯絡 Curry 啊。我哋希望下一次咧，繼續有啲新嘅嘗試咧。盼望啊，我哋兩地即係唔好話兩地，咗英國嘅弟兄姊妹，我知道幾地嘅地方，我哋都能夠一齊共建去做啲咁嘅嘢。多謝各位，你哋中意走咧，你哋可以走啊。你中意話留低講幾句説話，傾下偈 ，chat chat 嘅話，歡迎你哋都可以留低。